大家好，我是第一次参加那个 Hackathon， 所以不太知道说怎么样提案符合那个。但主要是今天想要分享说，我们在想要在 G0B 里面去探，就是看说我们怎么去参与，就是现在去中心化科学这个浪潮了。那所以只是想来分享这个东西，对，不确定是不是，但是因为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其实本来 G0B 就是的。那我们怎么看说在 Web3 的技术下去把这个东西可以让它有更好的发展，所以这就是 G0B 中有一个 DA0 的这个 sub stage 的一个 group 这样子。那DA0 它其实就是一个尝试说在去中心化组织里面使用 Web3 技术这个东西，去看说一群人怎么协作的更好。对，那而我这边则是我对科学很有兴趣，所以好奇说在使用这种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里面 Web3 的技术下，大家怎么去探讨这种去中心化科学。所以假设大家对去中心化科学的这个浪潮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应该是 Slack 里面已经有新开一个那个频道，就叫 -DA0 比赛。那大家对这种去中心化科学有兴趣的都可以起来。那我觉得它跟公民科技什么其实是一致的，但它往下延伸的就是说，我们去使用一些区块链的技术放在里面，它会有什么东西会发展出来，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脉络的延伸啊。那现在是一个很好开始的时间，因为全球去中心化科学的 ecosystem 其实还在很早期，所以其实而且最近科学界啊或是研究界其实有很多问题嘛，不管是学术机构的一些 funding 或者是高等教育，其实在这都显示说应该有一个新形态的方式来让对科学有兴趣的人，或是对技术有兴趣的人，或是这类的人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或是更国际化或没有边界或是没有限制的去交流。对，好，那快点即时剩一分钟。好，那其实我们在这个 channel 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啊，就是大家可以把各种跟使用到Web3跟科学的交互在这边一起分享交流。那另外一个重点是我们希望连接国际的社群，因为去中心化科学这个东西其实本来就已经很多人在推动开放科学啊这类的，所以我们的重点是说怎么把在地的社群跟国际的社群连接，那大家怎么使用Web3的技术放在中间。对，那所以就欢迎大家到那个 G0V 的 Slack 里面有一个新的 channel 叫做 DA0 Design， 那大家一起来分享或交流怎么用 Web3 的技术去促进科学发展或是促进开放科学。对，结束。哦，五秒钟，厉害厉害，大家要记得就是掌握这个 tempo。 那接下来就是下一个是那个 Skyler， 那就是他。